啊，不然谁又到法洛斯了？感觉应该玩艾希的，艾希一直赢。黄蜂带去三项，黄蜂，黄蜂，我觉得现在是垃圾哎，我觉得那个东西没什么用，它吸力太强了，你等于是你到了，你可能20分钟出吧，第二把你也不能直冲，真的使用它的时间太少了。 法洛斯哥，真假？有没有发现？给他 ID 考考考，反正只能给他西门岛了，还是尬 JJ 的，尬 JJ 可以吗？下次有人再问，我就回尬 JJ。珍娜算是被三娜的脚打，我也觉得出不了国道。像珍娜这么烂的角色，怎么会有人想玩？ 我觉得这真的很怪啊，不知道怎么讲，一言难尽的感觉。稽查一下啊，微微透支的，不玩微透支啊。怎么杀？ 原来这么简单啊！是的啊，我不知道他想怎么杀，我没想到葛雷夫就这样直接把他秒了。啊！想买忍者鞋。 那只卡莉丝，我有阴影。感觉这样杀他很浪费，表示那个人已经没什么用了。这把玩凯莎感觉太过分了。我们这场不缺伤害吧？看起来是缺坦克。 感觉好像是我的技能一直空哎，我总觉得蛮赚的，三颗头都是三娜的，卡莉丝刚交闪躲我 Q 对不对？ 有吧，建模还 Q3 闪 A 在我头上。哇，龙兽是怎样？看不起我？哎、欸，葛雷夫的角色就是，哎、欸，那骰骰子哎、欸，不知道今天骰到的是哪一种葛雷夫。感觉 AD 分推了，反正建模不一定能赢我哎、欸，怎么不见了、欸？ 就往前走。哼，这我怎么跟我玩啊？
哦，那大很烂耶，飞那么慢。你说的对，但这就是圣光韦德。龙兽往前就是我往前的时候，因为他会觉得很软 啊，结果这个人怎么那么硬？这个出装就是怪怪的。这把刚刚稍微盘了一下，就是缺了一个坦克。都是要嫩符，我感觉他的 W 要嫩符，我自觉得他的 W 打不啊，法比的那个层数应该调低一点，他的击伤有点过高了。不是啊，他 Q 跟 E 都没什么特别啊，他是因为 W 的完整啊。